带进来。刚睡醒。我们现在在。在睡觉。在睡觉。哈累死。为什么？我刚才睡觉啊。太苦。在睡觉，我们现在在哪？在旅社。旅社啊、哦？在奥万大旅社。啊，这就是奥万大。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就是亮了点，比昨天亮了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们开灯了。对，我们终于找到开关了。是啊、哦，送给逛奥万大穿转衬衫加一件。这里就只有我这样穿、欸，人家会不会觉得我神经病呢、啊？嗯。然后讲一下啊。那个獒犬就是这个发型，很好，对，帅。帅，现在男生都要有个性。哎、欸，我们从停车场，我们从鲁港停车场，有这边有池，就是看到的那个池，然后有枫林步道，有溪，最主要是看哪一个？这个枫林区，好，那就走到底咯。现在开始逛我们的奥万大，是不是？对，来跳一下啊！我们现在要去这里，枫林区。好，一二三，计划。哎，哎呦对，哈哈，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太平山。对，太平山。又在拐人了哈、哦！好了，老师跟你讲这是哪里？阿里山了、啊。哈哈，又被骗了。我刚刚把电灯打开，我们来到奥万达。我已经拍你们三个为背景跟这一件事。奥万达，这已经是观景台了，是不是？好像已经到顶了。香皮地的，哎，是吗？他说指向那边是枫林区。哦，对对对，枫林区。看一下照一下啊，然后想象一下，后置帮做一下颜色改一下。要走吊桥之后才会到枫林区。哦，所以还有吊桥。对，有吊桥。嗯。吊桥应该就往那旁边看。哎，没有，对啊，走啊。对，我们现在正在奥万大的，应该算观景台、观景平台。二号联盟。哦，我帮你拍这个。你下还是啊？有鸟。哎，哪里？那个在上面有看到 B06 啊，鸟屋啊、嗯。啊，里面有鸟啊？有。真的、哦？有六只。啊，送给你。谁给跑哪去了呀？过来啦！要干嘛？那个妹妹现在在演说她刚开始是怎么进步到会走路的。真的吗？演给她哥哥姐姐看，她在演。她说她刚出生只会爬。很漂亮。哦。在演唱商的时候，我刚那个妹妹在演唱商。好了，他叫我的啊，我不依，我不依。有妹妹忘记脚黑了，好可爱。有吊桥，有吊桥，有。然后那个有一个小小的阶梯往下走。哎、欸，那咱们来去走，你最喜欢这叫树枝白。我想到台语，手机白，手机白啊，手机白，树枝白，树枝白。这叫树深入敌营，这叫树干白。咱们来找草枝，哎，这里，这叫草枝白。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草之白？因为有羊啊，想要找那个草来吃啊。不是刚刚的那个草之白，就是因为刚刚有一群人啊，一群家庭朋友吧，他们看到路边啊有一个树叶，像荷叶的那种东西，然后在那晃，这样晃，他们就产生了说这是什么东西？有三种理论，有三种说法，一种说法是说那只是一种坚持理论，就是坚持现实理论，就是说这个是。这只是风向问题而已，这只是风。哎，圣诞老公公 ，Merry Christmas！ 哇，不理我，糟糕。金哥呗，继续讲啊，理论。理论。理论。第一种理论就是现实理论，
就说他只是就只是风向，你们为什么要一直 care 那个东西呢？这是第一种说法，一个女生。再来。第二种说法就是说啊，那只是，哎，第二种说法是什么、啊？就是说只是摆而已啊，是不是？是吗？第二种说，我记得是很肤浅的。对，就是说就是摆，不是吗？很肤浅。对啊。第二种先跳过，第三种说，哦，他在跟我说拜拜。幻想，对，这是一种幻想，充满了幻想。他可能是七把刀，九把，七哦，我故意讲七美，他七把刀，他七把刀，对。然后，可是，这整件事件呢的最极致的答案呢，出现在我们这一群当中。有人说那是草之白，对对对，这个东西充满了 image。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套用。那第二个刚刚到底是讲什么？我就想起来。哎，那我讲了。我记得第二组是很无聊，就肤浅，就很肤浅，一首歌可以唱。就树在动。妹妹更好哎。妹妹。然后现在去走吊桥。好，那来个 ending。来个 ending 哈，你就要把镜头带到吊桥。好，你就慢慢走下去。好。然后带到吊桥。你来了。哎，现在我们到了松树区、枫叶区、枫林区，有在掉落叶，但是满地的落叶，很少了。这跟它上面的照片，其实真的会照相的人都会照得很好看，不会照相的永远照起来都很怪。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一定有拍过台语古装剧，哈哈哈，那种怪大侠龙剑飞，对，这样啪啪啪啪啪，非常的好拍。好，那这边有没有鸟啊呢？这边远去看来，很多目标可以让相机发挥。比如说，那个白色相间的还是在。那个看腻了。好，那我们找一个坐在椅子上。嗯。对，不然谁？这个看不知道。他很孤单，要不然其他都是两个人坐在一起。太棒了！女的在玩单眼，她会不会？哎呀，她男朋友有钱就好。她拿 Olympus 的单眼，属于傻瓜型单眼。对，数位单眼。对，所以才在照什么？对对哈、哦。对，开始拍了哈、哦。嗯，就是这个、哦。没有，我觉得我去过，从小到大到现在啊，去过枫叶最夸张的那是阿里山。阿里山，我妈带我去过一次，我在多夸张，真的很夸，这全部哦，烟角木吗？你看不到，真的是看不到石头，然后全部都是枫叶，然后一直在掉，真的，我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。就是枫叶多的跟不用钱一样。对，这很奇怪、欸，你看多月枫到我会说很奇怪、欸，然后还拿很奇怪、欸，这么多枫叶做什么？对，你看有多夸张，对，旋转。旋转，没有没有，你不要你讲，我旋转拍就是，你跟着，啊讲话，讲，你在干嘛啦？还蛮刚好的、啊，讲，你看，看看这，你要稍微由下往上这样，这种感觉，两位小朋友去，我自己都笑出来了，裴勇滚，多么 beauty。然后那里有那个枫叶堆，不错哦。烧一下啊！烧！我以为那是死堆。对，没有发现猎物。还在看没？你到这里还在看？看来这里穿得很夸张的妹都去死。来，我们枫叶区到这里。抓到鱼顶多看不出来，只会觉得哎、欸、有在拍一个人这样。我要吃饭，我饿了。早上吃什么稀饭啊？根本就不会饱。哎，我也吃了好几碗了。她男朋友真色，为什么？
那是常拍，他才知道他女朋友适合这样子拍。要不然有些人，哎呀，是不是还不是还不知道呢？横刀夺爱才是爱啊！但是他男朋友玩那种单眼的，应该蛮厉害的。像这种出去啊，后高，后置自己回去。听说这里很美，美到冒泡。冒泡，软泡茶，哎呦，那种态度一定要出来。不然就觉得你喝了冷泡茶之后，一定会美得冒泡。我们刚走过这个松林吊，枫林吊桥，枫林吊桥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真像吊桥。来用一个台语发声。走枫林吊桥，有没有听到枫林声？哦，呜，倩倩狗。停车坐爱枫林晚。你说什么？枫叶红于二月花。我刚才是听错还是怎样？枫叶红于对嘛？枫叶啊，我忘了。人家国文系的耶。真的吗？枫叶还是枫叶啊？啊，对，枫叶。哎，管他的。你不要丢。咔嚓。哎，开始拍了。那个，我们现在在莫纳鲁道的纪念抗日纪念公园。纪念公园，这是主要的雕像。那个，他个人照。你快过来。个人照，我们介绍比较有那个有意义的个人，不要介绍个人照。像这个啊，其实你看这一幅啊，你会觉得里面最气愤的不是莫纳鲁道，他一点都没气愤，他表情非常的和谐。为什么？因为执政者都是心很黑，他只要他会让每一个人都很气愤的想要去打仗，但是他不会死，因为他不气愤。他带你们去那个地方，所以说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就是说，思想家不会做对自己不利的事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思想家对自己不利就是牺牲自我。对，他不会做这件事。好，来，要不要讲一下这个？这个很多，但是主要就是讲甲午战争之后的事了。对，他是听说他以抗日为直至。那个每一个年代的人志向都不同。那我们现在的志向是什么？我们要干掉比尔盖茨。志向就是他被炸鸡蛋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不是鸟屎啊？哪一个鸟这么大胆？为什么鸟这么大胆？因为它刀是假的嘛。哎，假的。对啊，假的有颜色。假的，所以鸟不怕。然后这个有，他看起来好老哦。不老也老。还有他没穿鞋子，三地人本来就没在穿鞋子。他脚趾头是五个，他脚好大哦。这个他可能也没这么高。嗯。哦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他这里坐的好高哦。对。好高、哦。他这样子至少有一米八，一百八。他比 Jordan 还高嘞。这个太夸张，没这么高。还有几？而且这是统一盖的公园，嗯，就像那个，不是，是 Seven Eleven 盖的公园。为什么？哇！所以这里是钱堆出来的。堆出来的。怎么这样讲？就是。哎，再来看一下。我们现在知道以前的中文是要从右边念往左边，所以这叫一胆中肝。所以念错的话就变成肝中胆意，很怪，要念一胆中肝。因为意是形容词，胆是名词，形容词一定要放名词前面。问英文就知道，哎、欸，这样名词才会被形容吗？对，这是语法的问题。再来一，虽然我们也可以倒过来，肝中胆意。对，可以的。就但是你这样子也是，就是说肝脏是中的，对，胆这样子变成名词去修饰形容词，这更上层的用法，一般平民不会这样用的。啊，在，然后再来也有一叶千秋，这个通常这个词不要乱用。千秋通常是形容，千秋就是已经一叶千秋是表示它的历史。遗留了千以后千千万万年都会长，不会不见。这个词不能乱用，你不能说那个有人请你写个包扁，你写一个一列千秋，写个草一列草枝，对，
也不可以写日月尊光，因为这样他会很累。这就是他们的，而且他们对面也是原住民在念的国小，没有，所以整个就有相呼应的感觉。然后往这边拍，其实现在宜兰呢、啊，很多有钱人的墓坟都是长这个样子，很大，有公园，然后那个很大，围篱很大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有人喜欢这样玩？因为有钱。台北没有人有钱买这么大的墓碑、啊。没地。没地。有啊，那个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的爱心就这么大。其他人办不到，宜兰人都办得到，有钱就办得到。然后改天弄一个啊，改天弄一个，改天弄一个。仁德，仁德跟慧秋，开玩笑，仁德跟慧秋。好啦，儿子以后月入百万。好啦，你就慢慢走过去。那我现在要回去救建平他们，因为建平不知道。车这么多要怎么办？快饿死了吧。好，还有前面可以回转的、啊，前面有小小粉刺。好，那是够。这都是下腰躲镜头。哎呀，还是被你拍到了。我现在在哪里？在少林寺，搞笑给你看，红光大学。我们呢？他们在跟我们学校比粗，对不对？小麋鹿，哎、欸，不要看他们真，他们真的很粗。你看，连那个警卫室都这么大，都圆滑，圆弧状，多帅啊！然后他们跟我们学校的共通点就是一样在干道旁边，感觉就很干。因为我迷路迷了小一小阵子了，哦，是不是？现在几点？现在几点？现在7:15。7:15了、哦，那我们最晚8点多的时候要前往东海。东海知道在哪了吗？我刚才在睡觉，没看到，你应该知道哈。哦，我刚没有在睡觉，我刚才没有在睡，我在跟某个人打交道。然后好不容易来到红光科技大学，等一下会有一个那个甩尾漂移进，用机车漂移进来的那个庄雅婷，应该是叫雅婷吧？对，啊对，叫庄雅婷是老庄的妹妹，亲妹妹哦，是亲妹妹，听到。拓海的妹妹叫做妹妹，藤原雅婷，对，知道吗？哈、哦。等一下他出现，然后带我们进去住红光科技大学的饭店。饭店。你最后一次看到我相机的时候。来，我们现在在找相机，来，镜头跟着我。相机哦，应该是在那个。我放包包。找到包包找你看啊。然后哦，找到了。对哦。哎，一下就找到，你看，记者来为大家解释一下红光英文。对。来。英文造诣不好的人呢，一看到他就会是念来，这是我的纯念，他一定会念成 Hong Kong。对， Hong Kong， 他以为是香港科技大学，嘛，其实不是香港科技大学。来，跟着我念，这是 H U N G 念 Hong， 哦 ，K U A N G 跟 Kong 不一样哦，这是 Kong， 对吧？对，所以念成就叫 Hong Kong University， 对不对？你看，人家有。三种颜色的那种没有灯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大老远从明星的台一线跑来这里，他不知道台几线，把人家红光科技。明星只有几色？明星只有一个颜色。哎、欸，然后他们学校缩写叫做什么？他们学校 HK。HK。他们是 HK 大学。HK 嘉里山大学、啊。红光。欢迎来到 NHK。红光，人家以为是香港。香港科技大学，对。我们现在很高兴来到香港九龙的香港科技大学。哎，记者要下楼了，哎，记者要回来了。刚才那个白痴摄影师竟然把我卡掉，所以你可能感觉到短暂的停顿，不要怀疑摄影师出错。对，好来，来跟着，看到吗？一样是在干道旁边的一个科技大学了吗？人家的停车。公车停车站牌还有一些遮雨棚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只有一单薄的一根，对，就只有一根而已，对不对？然后转弯马上就是我们学校，谁会发现明星科技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哈、
欸，奇怪啊，我们今天记者是来损我们自己学校的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你看一下人家的灯多会闪，我们的灯会闪吗？对啊，我还没有阶梯，你知道吗？不要说灯会闪，我们连喷水池都不会喷水呢。喷水盖了不到几百万，不喷就是不喷，干脆搬在这里给他们算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看看我们的车子，看正驾驶，对不对？我好不容易来到了这个香港科技大学。Hong Kong， 没有，Hong Kong 科技大学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还是在持续等老庄的妹妹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来看看他们的校园，一进去就是一个坡。其实你知道吗？Hong Kong 科技大学为什么会这么有名？就是因为它结合了很多学校，它的外观像明星科技大学，它的一进去就像中央大学一样，是在两边的。那这么像这么多的一些名校，对不对？会是宏光科技大学哦，你看跟中央一样啊哦，很近的拍一下，那进去就是这样哦，环道的有没有？然后规模比较小一点，炫哦。然后里面哦，哎呦，你看里面还有人开车可以开什么？你校园一定比我们大，对，宏光应该比我们大。为什么车子可以进出自如呢？因为它是拓海。不是，我要说因为警卫，你看我们的车子收进去就进去嘛，一定会被拦下来。一定会啊。好，记得目前累了就先这样啊。然后我来下腰出镜头方法，绕这。可是楼上的那个有。哦。对，旅馆有。哎，都听光眼，大家。听光，对啊，因为夜市啊。来，这边不要乱拍。你不要拍。不要拍。哎，红光一姐要介绍一下，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哪里？你就都讲红光一姐的，这里是哪里？在东海啦。笑，我在等。他说会有人下来帮我们开车道。真的吗？好刺激哦！就是我们柜台会下。哦，酷哎！怎么这么虚哎？够 computer。这应该是一个卖蛋糕的地方，应该是吧？还有卖咖啡。你好，谢谢你，真酷毙！5130的，对吗？很刺激的旅程。刺激吗？真的是同一个妈生的。啊？哎、欸。啊。你是在讲悄悄话吗？没有啊，你的悄悄话真大的。我提出质问。笑死，炫呢？你不要对一般人这样讲话。我没有对一般人这样讲话。啊，一般人虽然是很热情，可是我知道像高渣嘛。像高渣，你可能要骂了。没有啊，不是刚刚高渣形容的一般人怎么样？对，他说。那个外表看似冷漠，其实内心非常热情如火。对，可是从你嘴巴讲出来就被扎了。从我嘴巴讲出来就被扎，我就讲高招啦。是大米，大名鼎鼎的旅馆西段，想给人家介绍一下啊，这就我妹啊，不是多么亲密的你妹，同父同母，好吧，小时候一起长大。真的吗？一起洗澡吗？啊，我都跟我弟一起洗澡。你真想打你！你哈，有没有被高渣烫？六路哎，有没有被高渣烫过？用油喷你。需要。哎，我们8点多的车到这里，从这里到台中市需要多久？就是啊，我跟他们20分钟，晚上可能会晚一点回来，多晚？6:30。不行，真的吗？早一点好了，可以吧？可以啊。要6:30。可是因为学妹他们明天，明天大概几点？6点半起来，花几点？你要去动吗？7:30就已经。警卫长7:30就已经。应该吧，7:30嘛。对啊，抓长一点还可以吃早餐。你要跟你哥讲一下。然后再抓上迷路的时间，应该差不多。这种没有，把我再去沙鹿火车站也行。可是，还要到台中火车站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再讨论一下就好了。对啊。我们可以不要去东海敲钟，我们去红光敲钟。我们去红光警卫室敲钟啊。这里有卖钟吗？有门禁。要11点，最晚10点。啊，10点。哇，学。
我小费喝一点。糟糕，来一起去吧。你刚刚在模仿我。对啊。哦，我看出来。你真厉害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还有25分，哎、欸，还有35分钟可以录。那先卡。为什么？现在正在办手续。哎、啊，你们明天没课？嗯。怎么可能没课？有课他没课。哇 ，Tokyo 现在是八的，然后 LA、NY、伦敦，啊，最后面那是什么？我刚刚问你 西印度尼西亚，嗯，怎么可能？相信我，为什么会要那个地方？因为我来个加沙走了。啊，他就不是这样念的。不是、啊，我一直说为什么最后一个不把加沙走了？好了，西单呐、啊，西单，你自己看西单。请你先滚。没有啊，是退房的时候。哦，是哦，退房的时候给。出示红光学生证有什么？明星的，我们怎么有红光？我们有特约。这样你们是可以。我们可能也有点累，不会去。是吗？对啊，我们。不然你们可以去逛街。对，逛街。啊，对，哎、欸，刚刚说我们哪一个戒指？红甲，红甲，多远？红甲一样非常不熟悉，然后到时候逛，20分钟吧。往西，往台中市的方向去。对，往台中。然后那我们是哪一间？要绕一下。要绕一下。嗯。511，来念一下511。嗯。用 I one one。用宜兰英文腔。嗯台湾万，哪里有英文腔啊？你宜兰人啊，你还有已经初级过了。我发生一件小事情啊，对，小事情，只要不是钥匙没带到。哇，我都没看到钱哇！哇，这名字好听，哇，里面还有音乐。这是我下床，这是我们这几个月来做的最好的一件。真的吗？是。我靠，电灯怎么开？介绍一下吧，我们这些人都不懂。还有音乐，这里有无线网路吗？哪里有网路？网路这边有无线网路。真的、哦？啊，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就插那个。我没有带网路线呢。那就有无线网路。你宿舍可以拔一条来吗？你不要一直柜台借。柜台借。我知道。不要一直烦我妹，我会扁你。哎、欸，你以前我跟你讲过，高渣是会烫的。哦。我只要不要去吃高渣就好了。洗出去就有，你知道问人、啊。我们是拿这个给他看回来的。哎、欸，你们的鼻子好像，天哪！对，好了。没人打他，没关系。你等一下出门，你可以把这个给他，或者是那个。然后就跟他说我们住着，他就会热情的一样。你说门口的警卫，没关系啊，直接开。直接开。对啊，如果真的手术再跟他讲就好。啊、你有没有去看过我们学校的那个实习？有啊。没有。我们学校实习饭店不是拿来住的，是拿来上课。对。我们。然后上面只有躺安妮吧。哇，你看，真高级。哇。好。对啊。就是往台中的方向。为什么红光兵工要把我退呢？是因为觉得我太酷了吗？对，你过。小了，过东台。你快要看到星光三月的时候，小了，就是你远远看到星光三月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问了，就可以问。对对对，是在左边看到星光三月，右手边，右手边看到，是建筑物还是招牌？建筑物就亮亮的。对哦，啊，你怎么一进来就不想上厕所？就星光三月，对，然后在那附近问人，对，红甲夜市。你看到星光三月，再问人要再绕，再绕。哎呀，哎呀。啊，那附近應該哇，我还是会投降。绑架吗？远一点没关系。你再来，要阳台耶。知道。好，那我找。可以高空弹跳。哇！不然你等一下出去问学妹，看她有没有比较会讲。我不太会。学妹几年级啊？你。我说楼下的啊。他不是叫我们去问学妹吗？高渣烫舌头哦！哦，宜兰人干嘛这么心机？不要一直在那裡、啊。你加回去啊！嘿啊，我等一下要跟我同学出去。好好好好。
啊，骑车小心哦。好，感谢，谢谢你。好，哎，拜拜。哇，还有脾气啊！哎，我没关系。可以再跟他们要一定要刷那个。好、哦，因为我没有加一个人，可以加一个。啊，对哦，圣诞快乐。对，先讲哎。没有啊，就是说那个少一个就好。好。你要说我有带啊？嗯 ，OK， 了解。嗯。哎、欸，我们要走了耶。知道我该说了吧？哈哈，那赶快冲出去说。快点，快点。没办法吧？我想到我被走了，怪不热情的，真怪。他在害羞，还跟我一样会害羞。我弟也是害羞啊，但是我就不会。可是你第一次见面不要在那拉撒耶！宜兰人的重点就是你不能太紧。你跟讲到，你刚刚讲到一些很还蛮夸张的。你刚刚夸张，我就问，因为他叫我们去问学妹啊，至少我们要知道一下学妹几年级。你不能套用在他身上，一开始要先装坚。如果我这样问我弟，我弟就说大概三年级，好，台北人。就跟你讲呗，他是很纯的台北人，对不对？台湾人，他不是宜兰人，要先假装一下，丢一下，手再讲。宜兰人干嘛这么难搞啊？在那衣服把行李拿上來。我以为你妹是不会化妆的。会，我就说我妹很会打扮。哦，是。她现在头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理斜的。她之前不是就是。平安夜。发现圣诞老人出现在东海大使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没画面？有人要买圣诞帽吗？一顶50块，一个晚上50块。为什么没画面？我不懂。为什么没画面？有了，有吧？有了。哎，我们现在人在哪里？我现在人在东海大学。哦，哎呦，林哥，你拍第一批要帮我拿这个下来，快点。啊，好，不急不急，凡事都不急。哎，有人在打篮球，你看。咦，不要动啊！好了，等一下再来一次圣诞老公公，圣诞老公公打光片，打光片。哦，呀啊啊啊啊啊！眼拙片。哎，圣诞老公公现在正在明星科技大学。为什么要讲明星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昨天在上网的时候逛到这一家学校，觉得很有趣。这家学校明星，这样会叫明星的，有学校叫明星，对不对？而且今天，对啊，今天的那个蔡玉鹏，蔡玉鹏啊，对啊，因为我们看艺人购物站，突然发现有一个男生来自新丰的明星科技大学，第一次听呢，这么炫的一个学校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现在在东海大学，然后现在两个，哎、欸，太近了啦，这样都太近了，你要走过去一点。好，我走前，你要到前面一点。为什么这么没电呢、啊？你这灯这么亮，对不对？你看吉他社，人家做的那种，那传单啊，东海完全不一样。然后看看他们的篮球场，感觉一看就想要打篮球，对不对？那圣诞老公公，play one， 对，哎呦，关灯了，跟我们学校一样，10点就关了。对，圣诞节还打什么的？我们为什么没有？我们进来了，哎，已经进来了。然后看那边有舞台，圣诞老公跟你讲，那边有舞台。一群人在那里？那是露天舞会是不是？你圣诞老公公，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吗？你知道路哈？知道吗？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。真的啊，不是重点吗？我们现在就是要前往那个中宣爱空空空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其实我们现在一起四个人啊，他们吃晚餐，对，他们吃晚餐，是不是很像神经病？我们就是神经病啊，这样。我们今天是神与神经病的祷告。哎呀，神与神经病，神经祷告，对不对？怎么找？你讲。哎呦，有 band 哦。就看嘛。我们去看一下那个东海的 band 怎么敲圣诞歌曲的。哦，对不对？现在在东海，没有晚上来过东海吗？你看大一班有来过东海，好不好？是脱裤子那一次。是脱裤子那一次，好不好？继4年之后，我们送个腾口，重回旧地。我们等一下会不会脱裤子呢？请拭目以待。哦，那个纸画面自己跑出来。陈杰讲一下话。陈杰耶，我现在在东海。东海上一次是我们班友来的，不用看，不用刻意看。那时候我就觉得，哇，东海怎么这么大？有教堂啊？跟什么一样大？跟宜兰一样大。跟阿邦大包一样大。跟宜兰一样大。好，宜兰就这么大。好，我们现在看音乐。好暗沉的那个。现在听音乐不是看音乐哦，都一样了。好，要听就看。我要唱，我切换到。是女的，有在场吗？有。
他帽子上没心情呢，没特色。跟我们学校，跟我们学校这一次比较起来，能比较吗 ？I wanna run 那一个，好不好 ？I wanna run 是吧 ？You say one, I say one, now you say run。没有人在讲乱哦，你看人家怎么唱。陈杰嘞？我正在问。后面呢？后面呢？好了，可以走那个了。摇滚 London Crew， 羊癫疯，我慢慢走，走。今天是摇滚圣诞老人节，有谁会？可是我们今天来这么多人，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精神？就是一定要找没有人的时候来，不会吧？因为我还没吃饭，然后有了饭店还不睡，对不对？我们店那一个饭店只是想啊，我们好贱！等一下，你照到我眼睛了。啊，他终于有电了。我靠，接触不良了。对，我们就用了他的半瓶的洗发乳和沐浴，就这样，然后我就跑出来了。好，介绍一下头上的圣诞帽。头上圣诞帽其实这是很久之前，这是从2006跨七跨六。2005跨2006那一年的圣诞节留到现在，对，你看还有一点感觉，有点斑路那个，然后有坏掉的感觉哦，这才有价值，对不对？有几个人会把圣诞帽留了一年之后再拿出来用的，对不对？请问为什么呢？因为没舍不得丢啊，对啊，舍不得丢，就算那十块我也是舍不得丢，对不对？你看在场有几个人，有几个有戴圣诞帽，对不对？没有嘛，但还有几个人。你是虔诚的基督徒吗？哎，我不是，哎，不是，还在想戴，你看懂吗？那你是装出来的喽？谁说基督徒一定要戴圣诞？谁说只有基督徒？谁说耶稣基督是基督教的？说不定是一贯道了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是不是？所以等一下遇到范江凯旋，对不对？谁说信佛教道教就不能转信？对、啊、就不能参加，就不能放圣诞？对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谁说一定要进基督教就不能，这才能来这里，对不对？好、哦。对，然后其实我现在一直不知道我要去哪里。好，跳一下，我们待会就会进到我们的。好，这下一个画面就会跳到那个洞，还是咚咚咚。一、二、三，跳。我就告诉一些牧羊人，纵使他拍一个拯救者，他没有拍一个勇士，或是一个很有技巧的人。技巧。是我一个很平凡的人。现在在。这样子用的方法跟我们用的方法完全不一样。在教堂。但是你想想看，你自己用的方法是有效吗？他在还是要不要试试看？那叫什么？那两个字什么叫？基督。今天晚上要这样子邀请犹太，不是要为你们做的祷告，不祝福的真理，不是那个行为。闭上我们的眼睛。告谢。他告诉你这个，告诉你这个宗教，然后希望你传授传教，传你的儿子耶稣，对，他在传教来到这个世界上。在后面。然后我现在就传，让他过了一个人山人海、很愁苦的生活，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对对，你看，我们从来没有晚上来过东海。你看，来上一次来这里之前是四年前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手牵手拍了张照，还记得吗？对，那个时候是婚纱照啊。室内可以进去，满了，对，满了，对，满了。然后他就关门，然后剩下就只能在外面看外面。我们唱这些歌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大家手牵手拍了张照，但是我们现在回到这里是晚上，让我最清楚了解，我们把电灯关了，就是你自己的心。晚上在东海教堂，今天我要听人家供供供供供供叫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的，是吧？亲爱的朋友，你嘴巴吃的是什么？圣诞节的平安，你吃什么？圣诞巴拉，要活出荣耀的生命。不要邀请圣诞老人，跟着我，然后你不会再是骑麋鹿，会骑着巴拉，巴拉车。当耶稣进到巴勒，你跟谁买的？一个救赎，救赎一个学生哦。How much？ 50块。他说吃巴拉通常，如果你要做这样子，通常，因为你跟他讲一句说你会老上，接受一个新的生命。他说吃巴拉通常刚好啊。真会讲。我现在要做个祷告，那你自己勇敢的开口。人家祷告，跟着我要祷告吗？可是我不信教。我们就南无阿弥陀佛开始念。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不要这样子，入境随俗。好，一起念。亲爱的耶稣。轰嘛尼嘛尼轰也可以。感谢你来到世上。感谢你来到世界。我现在是要拍东海教堂。
我会尽量拍的超美。这什么？死在十字架上。教堂啊，夜景啊。哦，对啊。对啊。很美耶。我需要你。这用布强制曝光一定超美。求你来救我。当场人还很多。求你来赦免我的罪。让我寄生的这样子吧。求你来改变我的心生命。来改变我的生命。多到。多到多到怎么讲？多到面吐司来这边帮助我荣耀，他会觉得没花容失色。对，他没感谢你听我的祷告，感谢我的奉耶稣的名，感谢主给我们圣诞巴拉斯，感谢主让我们订了饭店，结果有门禁。圣诞节重新发出了，让人这么多诞生在你的心中，让我们知道是巴拉新的生命。感谢这个新的生命也需要被培养。感谢主什么？感谢主让我们明天早上很累。也许今天晚上有人邀请你来，不是你可以来这个教会。对，蛮多的。每个礼拜天这边都有聚会，让一切基督徒帮助你了解怎么样读圣经，怎么样祷告，怎么样继续认识这位耶稣，真的是你圣诞节的平安喜乐。我现在在唱最后一首歌，没有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平安喜乐。夜市会耗电的，算是可以了。现在在做拍摄的动作，我们最难接触的最后一首歌，好戏还在后头。如果你觉得不过瘾，等一下还有最后一场。但是愿意这首诗歌，这首歌等一下不会唱，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礼物，特别在一个冰寒冷的夜晚当中里面，盼望这个上帝。这个时候就住在你的心中。如果要带大家唱这首歌，很简单，我先唱个字，啊，你开口跟我唱。那边有人在，那边，大家看，很感动，是吧？小朋友嘛。晚来平息的夜晚，哎，台语歌，哎，台语歌。黑暗中人在静静的等待里，迎来到。等待释怀，这个人在瞪我。黑暗望着那冷漠的天空，有人盼望着有温暖，但失望的穷困心灵漂泊在迷惘海，是永远无法。新的就我要讲一到一百我会数了。我说原来这里不是倒数十二点，是倒数最后十下十秒钟十下钟声。没讲还真的是错怪啦。他会从一百开始，对，十开始说太快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终于知道99之后是2000，两千。大门的话，你们就可以移到里面去。我们还有一个12点的子夜场。如果你移不进去，还有午夜场，我们这边午夜场。所以你们留在午夜场之后是牛肉场吗？在他们里面还有我们身边的人说圣诞快乐吗？圣诞快乐！圣诞快乐！希望你们新的一年有新的祝福，大家快乐。我们的节目到此为止，拜拜。就是你，还有忘记了。真是太过分了，我们今天。
的，对，所以明星 OK 啦。对啊，明星只有烟火，这样太说不过去了。也对了，火烧山他没有，火烧山没烧起来。直到100的时候，火就烧起来。所以里面其实在做礼拜，然后钟声只是敲一下，代表今天过了。OK 啦，跟我想象中差不多啊。要去舞会吗？我也没了嘛，没了。哎，坐火车哎，李总，火车哎。为什么会有火车？啊，在倒水，在倒火车。能跟着出去吗？哎呀啊 ！People want them people see, people want them people see。几个杯戏，五个戏，几个杯戏，你几个戏，打戏。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是，那这里，我们现在呢？圆圆是我同学，又是你的记起，就记起那个、啊。我们现在刚从东海教堂出来，然后我好不容易才说，哎、欸，我们现在要找路了。我们现在一直在找路，然后我们跟着人群，很多很多人，然后现在真的很多人哦，连交警都进驻来。哇，那是教官，教官，教官已经出动了，你看。然后我们倒数了，倒数了一，倒数，哎呦呦，一百下的钟声，哦，然后我们刚刚好不容易啊、哦，才从那水沟盖走法窜出，哎，才窜出，好不容易才窜出，从地心窜出。我们现在要去找到我们那台步步车 ，ZZ 是不是？四八五九是不是？对 ，ZZ 应该是吧 ，ZZ 四八五九，我们要去虹桥夜市，我们要去找吃的。我们到现在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。那边有一只是鳄鱼吗？小心头上有鳄鱼。鳄鱼，大家小心过头。鳄鱼台语叫做，鳄鱼是外来种，外来物，所以我想一下，鳄鱼。口鱼。哎，为什么能知道？你竟然不知道？我输了，那我要再出绝招，请问蝙蝠怎么讲 ？Fancy。Fancy can 的 Fancy，Fancy 是混沌。蝙蝠叫做蝙蝠，哎，你问过了耶？对啊，我已经教你们几次了。去死！那我再问你一下，企鹅，卡称，哎，什么卡称？卡称是屁股。企鹅是什么？企鹅叫做卡鹅 ，OK， 就是你讲过了，站着的鹅。水龙头，水龙头叫做追斗桃。那个，那为什么在圣诞节要讲这些呢？那个，因为刚刚这样照啊，黄光啊啊，黄光，黄光是什么？黄光发言，黄光。哎，你看，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才快到出口，真的是哦，快累死了。哦，对于这一次的那个圣诞晚会，肖总，你的计划排了这么久，然后现在给自己一个鼓励，真是其实哈，给自己一个加油鼓励嘛。其实跟我想象中一样啊，反正就是圣诞节嘛，会不会想要再来一次？圣诞会 OK 啊，只是挑一个人比较少的地方好不好？改天我带你去司马库斯过好不好？没有，圣诞节是外来的节庆，对不对？基督 OK。我们在这里等老庄一下，老庄去上厕所，然后来哥，来镜头跟着我来。哦，来这里就好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对。那其实啊，我要讲一下，其实跟我想象中的没有什么落差。因为就是基督嘛，教会嘛，逃离不了。因为我去过教会，你知道吗？我高中去过教会做过礼拜，就是这种方式。他表演我看，就这样对。要么就是我上去表演嘛，对不对？要么就是我上去唱歌啊。反正他们就是这种表演。然后一个董事长啊，上去一直讲故事，还讲错，对不对？还一直讲错，一直被嫌。OK 了，谢谢。还被红外线瞄准啊！真的射了一下，就是你还跟讲，还讲哦，所以 OK 我就 OK。然后那个钟，其实钟我一开始就没有想要说。我姐姐说很小声啦。对啊，所以我一开始就没有讲说一定要在100声的时候装过去，因为那是 impossible， 对不对？那是一个密闭的空间敲，我以为是在公开的空间敲，我也可以自己在空自己在钻啊，对不对？其实 OK， 来感受一下东海怎么过圣诞的，对不对？那回去才知道以后要怎么过圣诞，要过圣诞就应该到日本去，啊，净唱一些我不会唱的歌。
哇，沙龙欧巴，我日本的你也不会唱啊。日本还是感谢歌的赛，去回宜兰过好了。对，没有啊 ，OK 啦，其实那个 Vicky 都怎么过圣诞的 ？Vicky 怎么过圣诞？就拿着针筒啊，五四三二一，抽血。谢了，对吧、啊、？OK， 抽血，医生，你真的不抽。好啦，对啊，这、就是今年我们过圣诞的方式。然后炫耀给小 A 听，来啊，炫耀，炫耀给小 A。但其实没有什么好，就帅哥很多，妹很多，然后就是多多多到我都伤眼睛了，你知道吗？眼睛都抽筋了。没有那个，对不对？那个微笑，微笑，秘书长微笑。你觉得让我先问完、啊，你觉得这次东海这样下来，你觉得你眼睛有多少收获？就是看到多少妹？没来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这就是我的回答。好，现在大家都冲进去，这其实是他们宿舍男生洗澡的地方。洗澡？对，洗澡。好 ，ending 哈，那我们就2007年，我们看下次去东华大学好了。好，那就这样，拜啦。这边这边。我点都来不及了，还拍一个，对不对？什么是沙拉鸡排？沙拉鸡排没有，没有了。酱味有吗？那一个酱味，因为我看那个都没有，所以酱味送一个啊。你要吃什么？对，你看一个盐酥鸡，我不吃这个了。你要30-50？啊？30-50？30。对不对？要。讲一下现在在哪？现在在应该在工厂夜市附近吧？几点呢？现在1:00。我吃到3:00。没什么东西可以吃啊。我知道，我要3:00。然后我想在脖子啊，脖子，脖子去。Chicken Nick， 阿妈棍。给阿妈棍，阿妈棍你哪里风沙？哦，刚刚发生什么事？刚刚哦，为了车子停漂亮一点，塑胶撞石头，大概损伤如何？损伤哦，就是如果他蹲下去。应该就会注意到，但一定蹲下去的啊。如果没蹲下去，完全不会注意到。他一定蹲的啊。为什么？那就准备来个几，1点钱。好，刚好那400块有没有？啊，泡温泉的400块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测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416，1600，差不多。测群吧。一小条那一横换掉特群啊，对啊，对，特群1600差不多，因祸得福是吧？然后又因福得祸，没有，是因祸而得到这个，因这个祸而得到那个，得到鸡排啊。是啊是啊，我们没有进来的话怎么会知道呢？哦，好了，没关系，还不错啊。不要了。你没买？有，有买。我买盐酥鸡而已。好，所以说，记得留钱下来。已经留很多了。你没留？为什么？因为油钱跟房间钱你都要没留哦，知道哈，记得留。不是，我要看镜头，不是看，记得留。好，那个应该不用算给你。好，好，我们等一下还会去吃很多东西，那我们先来个 ending。ending， 好 ，ending 要怎么做？要不要啦？随你。不要。ending 就是，先生你叫什么？哦、我叫林一真。好跳。好跳。
逢甲大学。哎，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汕头。好，稍微看一下。讲一下现在这一只热狗是简单医生介绍的，网络上找到的。嗯，为什么会为什么要吃这个呢？因为它两只15块。嗯，乍看之下感觉怎么样？乍看之下就蛮普通的。哦，但是两只15块蛮贵，通常一只大只15块，它把它拆成两只。对，而且通常新竹一只就要20块，但是比较粗，对不对？比较大，比较长，但是宽差不多。好，我们来到的是逢甲大学校门口。现在只希望我们排队是排队的地方。好，商场好像蛮多人在排队。太好笑了，排错地方就尴尬了。好，那 Andy， 关了，为什么呢？纯洁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1:30。嗯，好吧。这边。8块钱，8.5，还不错啊！我觉得它面粉炸得很好。对啊，就很好啊。哎，15，好，我算这1块拍起来。OK。人还很多，等下再过来也有。不要卖完，卖就换。我们现在逛的是什么？现在逛逢甲夜市。然后，而且是快收摊。哎，小 A。小 A。烤鸭夹饼，嗯，我们第一天来就把人家网络上 PO 的好吃的都吃完，这样我们都不知道其他的好不好吃。有人在电梯上面掉衣服，哦，我可能是飞下来，然后刚好勾到。啊，前面还有什么？电饼，那个热热的是什么？好累哦。嗯，这个就。同样的意思就到这了吗？嗯哼。哎，虽然短，但是精干。没有说，应该说你逛完一定会吃饱，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吃，而且都还蛮经典的。反正时间真的要来对，像这种已经1:30了，其实人不走，警察都想要来。警察都吃饱了，没事了。前面还有什么这品？还有人在逛街，真厉害。这样啊。章鱼烧呢？没了，都没了。我想回去吃刚刚我们刚下车的店的一个臭豆腐，麻辣臭豆腐。哦。哎，小心。好，那来个 ending。大家好。这就是逢甲夜市，已经结束了。我们下次要早点，然后我现在要去吃麻辣臭豆腐，感觉超好。没有吃到豆腐啊，臭豆腐。没看到，没开。好，哦，那我们继续来吃清蒸臭豆腐的麻辣臭豆腐。下面那到底是什么？你说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觉得好像不是。对啊。然后我好想吃那个。哦，所以我觉得很傻眼。又对，也对哈，因为我觉得老公怎么我从家来。好。那时间过得要我们边逛，然后继续逛，然后他们先吃臭豆腐还是怎样？嗯，然后反正我电话联络。哦，臭豆腐。我知道我刚刚。你说的臭豆腐是炸的吗？不是，汤的。汤的，走。走。好，1、2、3跳，1、2、3。臭豆腐弄得这个像牛肉面哦，而且好香。哇，香到我胀气都还是在。在胀气啊？是啊。介绍一下胀气的由来。我还真的是不知道胀气的由来哦。我之前问过我妈，应该是因为吃东西比较急的时候把空气吃进去。是。对。解决方法呢？解决方法，放屁。对，真的放屁。当你在上厕所的时候，他就开始放了。形容一下那个情况，就是马桶里不是会有点水，然后你一直放屁，那个水会溅起来，你的气会比那个多。啊啊，对。好，有点。
他说这个是微辣，对，他说还可以中辣。那如果你还嗨，还很嗨的话，像林真，大辣 ，Come on。你不怕冷掉哦，因为剩三分钟嘛，把它拍完。给你拍。好，要拍什么？随便我拍。剩三分钟啊，随便动嘛，随便动它都拍得完。来拍你一针，吃第一口。我要开始吃第一口。吃看看它跟辣咖喱有什么差别？哎，那种辣的感觉是从舌头还是？舌头、舌尖还是舌中还是舌尾出现？舌尾椎，舌尾椎出现的辣吗？好，吃下第一口。它还有吃下了一些金针菇，金针菇进了嚼。猴头，猴头，辣猴头的，辣猴头的。对，刚刚就有人咳嗽了一下，所以对喉咙。咳嗽非常好，你屁？那我在屁。上气会比较不舒服。好像想要出来又不出来。好。好。有头部的时候就很容易出来。我看到超痛，真的很痛。环视一下，环视一下。来，对这两天的行程来一个总结。好，总结哦。嗯。我们在一片欢呼的，啊，你先讲。我先讲。对。就，还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只欠东风，考中没来而已。没有，考中没来，是在万事俱备里面。对，他不是欠他。哦，我以为东风是在讲他呢。东风就是欠说，圣诞节没放假。对不起。哦。欠的是时间。还有，对，只要一切安好，一切安好，对啊，该赚的都该赚，都赚到，该赔的也都赔了。对，该玩的都玩到了嘛。对，会开车的都开了，都开了，该吃的都吃了，该玩的都玩了。对，你这次开多久啊？我开好久。对啊，我还没开过开这么久。然后本来以为庐山泡不到温泉，泡到了，泡到了。本来以为敲钟敲不到，敲到了，敲到了。本来以为。那个，红甲也是撞不到，撞到了，撞到了。本来以为，撞到了，以为礼拜一作业没办法交，有办法交了，有办法交。本来以为，没有网路，有网路，有网路了。好，剩不到一分钟，我来拍另外一个了。我把它搞了。我好辣！他说好辣哦，有这么辣吗？我有这么辣吗？真的很辣！